彰化嘉油道特定绿计划的现阶段六大发展区的最佳购买时机点落在2021年6月到2022年12月，现在主力投资期已经过了，外来资本投资客已经在每坪25,000到35,000的均价进场，现在入场拣货的投资人保守估计必须等到公展公告实施的前一年才有机会以现在地主预期的价格购买，再加 50% 的获利转售，获得呢资本利的50%到60%的回报。小薇买房，带你买好房。